大家好啊！那央视最近曝光了，就上次在桂林啊，说这个中国的苏三五被啊台湾击落啊，说是苏三五坠毁了，在广西桂林。这事儿已经解密了啊，这事儿新闻台也报了。这事儿呢是不是苏三五是歼十？你看当时我是第一个说有可能是歼十坠毁的，那这次也被证实了，那说明我的消息源还是非常可靠的啊。在桂林啊，桂林市附近坠毁的那个。 那架飞机的飞行员也接受采访了，我会把视频放下方，你可以看看经过啊。飞行员说呢，他是飞机啊，是歼十飞机啊，他驾驶的歼十 C 战斗机呢，由于鸟撞到了引擎，所以呢发动机、哎、熄火，然后他呢是多次躲避人口稠密地区啊，躲避人口稠密地区，最后啊把飞机降落在人口稀少的这个呃村里边，然后跳伞。 在落地前三秒跳伞出来，最后自己也是受了重伤啊！你可以看啊，他最后落地的高度是在七十五点九米啊，当时就爆出来的啊，这个央视视频都有七十五米跳伞呵呵，那一定是重重摔到地上啊！所以当时可以看那个村民拿扇子给他扇的，非常惨啊！但这个人现在没事你可以从这个照片上可以和各种这个影像上可以看。 视频就在下边，你想看你可以看一看。这是 CCTV 七啊，这个军事报道方面，他是解放军南南部战区啊，南部战区的飞行员，南部战区歼十 C 啊，并不是苏三五，35, 苏三五也不是被台湾击落那个、台湾击落是被印度媒体啊，被印度媒体呃特意扭曲的，他是希望让这个当时中印紧张局势，呃对中国不利嘛，所以编了一些假新闻。那、啊、这事儿已经。 啊，理清了就是歼十 C，因为撞鸟，然后飞行员多次躲避啊，躲避城区，最后坠毁，还剩七十五点九米时候跳伞啊，就这么一个事儿。我把视频放下方啊，嗯，呃、嗯，当时这个视频出来以后，这个坠毁以后，很多人都说是苏三五啊，我现在也告诉你了是歼十 C 啊。